一二三，木头鸟，啊，有一只偷洞，你看，其他的，不敢动就是不敢动，怎么了？大老鹰来了，黑鸢，凤头，小绿，你都不知道珍惜你的性命哦。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多难看的姿势。好，开始动了，开始动了。哇，怎么都是这种难看的姿势？哎呀，抓痒。小绿最好笑了，抓痒会抓到掉下去。嗯，我们来看山王头这个时候在干什么？跑上来了，跑过去了。你在忙什么？小红，你躲在那边。小红，我摸摸好不好？小红不敢给我摸摸。这是谁呀？ X 在哪里？是不是 X？ 可不可以摸摸？不行的。那这只是谁？